抛弃他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李欣，因为他刚刚上一场跟我们一起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他不是很猛吗？哇 ，QQ 了。哎呀，你去看重播，我不敢害羞，我不敢再唱了。为什么你脚闪现了、啊？嗯，脚闪现哦。你是不是要雷我啊？哈啊啊！阿乐，我刚打字被按到闪现。我刚去厕所嘛，铁扣啊！我刚打字被按到闪现的。哦，雷，你真的在雷我呀？没有啦，不需要闪现。点出人家齁，人家有盾齁，齁，那是我吗？对啊，不然你，我有点担心我被住欸。我射他一枪，射他一枪加十块，赚。所以对面江哥会是李欣。有点害怕欸，那个李欣。我觉得还好欸，是吗？他是滚到头，好痛！不愧是悟空，爆了！啊，痛死了！应该东路要死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也要死了。这个关键的拉，如果没拉到我就死定了。哎、我差点被李欣踹死，因为我没闪现。打到了。嗯，掉这边。没闪现真的很麻烦哎、欸。那你就爱雷我。会哦，小心哦，会有悟空过去，很痛哦。哇，好打球女还蛮好打的，还没上六吧？他上六应该我还是更好。哎，我一直射他，给加十块。嗯，你玩那个偷钱那个？对吧？挺倒气的。哎、欸，一直来啦！李欣吗？他喜欢注意路啊！你现在知道要小心。没仔细看他在哪里。嗯。哎，他知道没闪现。有可能。我刚在这里闪的，应该是没有人看到。谢谢订阅什么 ？Miku Mix 一二三。李欣下路看到了。看下路。嗯哼。你要赢了吗？近爪是不是改成阿珍对自己放啊？对啊，所以不能期待他的无敌啊。
可以啊，他是放了之后以自己的范围有个圈圈这样。就是他之前可以对着残血的队友释放了之后有个范围，他现在只能对按自己的，就是还是会有个范围。哇！你让我赚了150、300块。哦，好爽，200。你知道刚刚那李欣自己跑到触手的正中间吗？然后被五只触手揍。大概不清楚你这只角色是什么。我也不可他没吃到炮车，是的。我现在没大绝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了。李欣在哪里？对，等一下下路，再下路。好 ，OK。我觉得其实要打我这一只其实很简单欸，只是会知不知道怎么打而已。没意思，可是我觉得我之前我玩了，我玩了一下下，我觉得很敌人很难打得赢他欸。不是打不赢，不是你只要看到我一开大绝，一定马上跑。你只要撑过啊，只要 poke 的时候什么？就是 poke 的时候你就打不赢他了嘛？就是不要被我拉到啊，拉到的话就是我的那个啊。可是你只要带点跑速，这个东西差好多了。我只要拉不到，我就没什么伤害可以走了。真的，那蛮好拉的吧？如果近战要打你，就往脸上冲，就一定拉得到他。像悟空冲你就直接往前拉就好了。这倒是啊。这塔是怎样啊？刚好都是，那真的是霸体耶！哦，两个大没了。他血多少 ？Top 的 DG 没大、啊。不少。700。为什么要插红岩这里？哦，李欣顺眼，竟然用红眼顺。奢侈啊！哎，那个塔超烦的。我塔。你要赢了吗？我在压他，他打不赢我。好，加油。这个好狂啊！艾格再打两个哎，谁？
二，差四十兵，我就有300块了。蹦！为什么那边要支援？哎、欸，啊，又是一个铜牌巴德，想说这个可以。What's up？ 你怎么追到哪里去？我被贝塔打死了。啊？<笑>。87。差点呢。 我看不到他，对不起。很、欸、nice、啊。耶、欸！有没有闪现？快掉！糟糕了！哼、啊，糟糕了！我刚刚就被逼掉闪现。喂、欸，你帮我问，帮我 TP 要干嘛？用不到。你先在附近哦。拿来回线上。我躲回去也很快、啊。 浓冰的哟 ，nice 啦！嗯，偷吃龙，嗯。啊！你要死了！哇，他是顺眼在。 闪现啊！他好狂啊！力没闪，不好意思。哦哦，他没大绝，不要怕他，就直接揍他就好。 没动。哦，会来找我的意思吗？你现在上面哦，他在吃这个。好，要去找你，我觉得。猫女也不见了。好，应该是吃染。 那我掉一下李信。中路给你3.5秒。 欧里辛，哎、欸，传送啊！传送啊！他是在分蛋吗？我被他盾打死了。哇！这波没赢，可惜。我想说他怎么去就挂了。 你差二环了，你继续推吧。嗯哼。哦，好凶哦！哎、欸，没中哦。
有大姐要 TP 吗？还是不要咧？啊哦！没有吓他们，吓他们，吓他们，吓他们啊！真的好烦哦，这个人！你不要乱来哦，你死掉我杀你！他刚是闪现 TP 踢我是不是？不是，顺眼。应该是有顺眼的。他怎么一定要一直住啊？因为他不会跟其他路。哦哦，我要死了！我从中路射大兵箭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空。好吧，没有。没人呐、啊。哦，踢到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跑那边去了？你呢？哎、欸，好多人走过来啊！你们在干嘛？托人给我吗？我们在打架。你们在打架？应该是打架。大概吧，大概算。不要吓我。他闪现。我他会死的、欸。应该够吧？150，可以。战友，不准跑！好吧，没事。所以你过来跑，会有人去制裁你。还有一只。现在看到巴德都以为是你玩的。他没我那么溜。我可是到处穿来穿去的巴德哎、欸。嗨，繁星。嗨。动。打 A 呀，遇到以前的朋友。什么东西？打 A 呀，碰到以前的朋友。这么巧。嗯，然后把他虐爆了。不要这样。我玩到波比。哦。3.5秒，冲哦！我觉得不会中。你看，你看。至少会中了。至少他有尝试啊。可是我觉得他如果留着打个 F， 该看到的只有杀意是吧？你说我留着打个 F 就赢了，对吧？就看到他一次他就死。哎、欸，过分的、欸、这些人。哎、欸，然后我测试啊，伊洛伊的那个触手是技能吸血的。嗯哼，嗯。那时候在乱玩，全部出技能吸血的装备。哎呀，只杀一只，所以可以用技能吸血来换就对了。嗯，不错哎、欸。巴德要挂了吗？巴德要挂了吗？巴德会赢吗、欸？巴德赢了。巴德的魔，给我！他被小兵打。哈哈哈！你好坏啊！我是不是不用出模仿啊？一支 AP 而已，我觉得应该不用了，就全部物防的。不是就球女那把，对、啊，球女吗？哎、欸，球女她没有很，她有点瘦，没什么屁用。好，那我要出，可是我还是很喜欢振奋的20%回血。那个你一定要出啊。那好吧。哎、欸，要把我枪挡掉，好猛啊、喔！可是我觉得你出那个才多一趴，你还不如再出一件那个什么？你怎么倒？你怎么会觉得只有多一趴？就多一趴，20%而已啊，不是吗？啊？20%就是转换成你的数据，就是最大生命，损失生命的1%而已、啊。损失生命的1%。就是你不是一个触手打到回损，失去生命。假设我回100的话，是多回20哎、欸。
是你，我二十没有屁用。有啊，有啊，一只触手都五百，都回五百就是。你拿去出一个什么冰心好了，你人家打你就大概少了三分之一的伤害，何必差那个二三？因为我是持续啊，也是啦。看你啊，我是觉得防御力比较好，防御力比较好，有道理。不然你试看看啊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哇塞，好痛啊！但没死，可惜。哎、欸，怎么死了？那我出耗战呢、欸？你觉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试看看啊。我之前有想过耗战这个东西。可是耗战不好哎、欸。哦嘛，你耗战在会战的时候只是撑血量而已啊。嗯。